跑那么慢，还敢叫靠谱露营队，真是太不靠谱了。我们平时都是坐车的，根本不用跑。太累了，不能再走了。我决定了，就在这里露营。靠谱！好吧，那我先去找点吃的。蓝天怎么还不回来？我都饿了。蓝天吗？蓝天回来了。这片雨林被晴天霹雳占领了，都给我走开！看看晴天博士的新发明吧。重力方向控制器可以改变物体重力的方向，就算站在平地也好像踩在斜坡上。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你们在玩什么？我也要玩。霹雳，你也尝尝改变重力方向的滋味吧。玩啊。太有趣了。虚拟赛车训练升级完毕。流星，快试试。好的。出发。糟了，流星忘了系安全带。我好像忘了系安全带。流星，看看前面。流星，没事吧？没想到停下车还是被甩了出来。那是因为你突然减速，身体还是会因为惯性而向前。惯性？有任务。是小梅花鹿蓝天。万岁，霹雳用一个可以改变重力方向的机器把靠谱露营队困在大树上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热带雨林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风暴力量，闪电飞梭，彩虹能量，百变流星，靠谱露营队，他们的重力方向都被改变了。丁丁、当当、龙龙，不该放我们下去。我快喘不过气了。快想办法让他们下来。看你往哪儿跑。怎么回事？是控制他们重力方向的效果消失了，一定又是霹雳搞的鬼。闪电彩虹，你们负责照顾靠谱露营队。收到。流星，和我分头寻找蓝天。收到。来，蓝天，蓝天，流星，我在这儿。蓝天，嗨，你也被霹雳改变了重力方向了？霹雳就在附近，小心别被霹雳的光照到。现在说太晚了。又被照到了。蓝天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得去把背包拿回来。看你怎么上去。蓝天是梅花鹿，擅长攀登陡坡以及连续大跨度的跳跃。蓝天，
你真厉害。没什么，哼，爬山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哼，别得意，拿到背包又怎样？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转圈圈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嗨！你想干什么？嗨！别想跑，看我改变重力方向！哇，蓝天，这怎么跳得过去？就算重力方向被改变了，蓝天还是跳过去了，这就是惯性。我有对付霹雳的办法了，百变流星。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走？看我的厉害！就是这样，越快越好。我的机器！我抢到了！发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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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回事？我让你发射！怎么回事？干得漂亮，流星！我生气了，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。晴天霹雳重力方向控制器。嘿嘿，流星，我们来了。小一点，保护好蓝天。太酷了！都到齐了，那就叫你们一起尝尝重力方向改变的滋味。大家快躲开！闪电飞梭！在天上就不会晃了。想得美！闪电！身体怎么变得这么沉了？身体像被吸在地上。升级后的重力控制器能扫描更多的物体，不但能控制重力方向，还能改变重力大小。再尝尝失重的滋味吧。得赶紧想个办法对付霹雳。轮到你们了。快跑！刘翔，快想到办法了吗？正在想。别想跑！又是惯性。蓝天，我有办法。这些石头都送给你们，嘿嘿，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躲开。蓝天，跟我来。好，给我追，快给我追。这边。蓝天，我们一起从霹雳身上跳过去。冲啊！
踩我，都给我等！快掉头，快掉头！你又失败了，霹雳，我们走。地球本来就是晴天的。霹雳，这下不用担心我因为惯性飞出去了。可你这绑的也太紧了吧，安全第一嘛。赛车启动。哇，这么快就到弯道了，急转弯。流星，流星，车速太快，急转弯也是很危险的。你只考虑自己别飞出去，可你忘了，汽车也会因为惯性而向前冲啊。我知道了。啊，是兔子一家。狂龙博士带着所有活恐龙兽来进攻老虎村了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勇敢的护卫队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风暴彩虹。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。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前进。